这个是新加坡。刚才我后面听你说那个计程车的，我也是跟罗姐说，就是很可怕。你叫我罗姐啊？对啊，你比我小。这个人很奇怪，讲身材嘛，你就偏偏要比人家大，哎，讲年纪就说要比人家小。哎，警戒我就爱整啊。我们先看一看那一天，我们大家呢，去做这个慈善的义卖，我们来看看那天当时进行的状况。这是饶河夜市，不得了啊！今天的这个活动啊，好多年轻人热情的参与。那么最主要的目的啊，是不是扰民啊？是能够亲民啊，跟大家都可以来这达成生活在一起。今天我们现场来了很多位歌星，我们大家掌声也鼓励一下。哎，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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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活动开始了，鼓励一下。好了，小姐，臭豆腐好了。好了，小姐，你的豆腐好了。准备用。来，几分钟要打几分钟？第一个的观众，各位，请到鱼台烟对谈来，赶快到鱼台烟这里来。鱼台烟马上要表演的花歌舞。让我们欢迎节目主持人张东、邓丽君。欢迎收看龙兄虎弟。哎呀，大家好。哎，孔锵今天到了我们阵容里面来了。是，哎呦，这真是不简单呐、啊！很多动作就被他引导了。是，怎么刚前面我们一唱起歌来，好像在跳锵锵舞一样。合着只有一招，而且这首歌啊是孔锵先生选。这个很奇怪，怎么会选这首叫做什么凡人歌？哦，凡人歌。那请教您一下，这个是有感而发才选这首歌啊。想到我们人呐，是越来越渺小，而且越来越脆弱。我知道了，孔锵要讲的这个意思，他的歌的意境，有一点是反映我们台湾现在的现象，社会这个笼罩着一片低气压，一阵混乱。美术刚才大刚看报纸、电视的新闻啦，好让人家感觉我都喘气啊！这是要安那过的？哎呦，也够真惊吓！刚刚刚那讲起了桃园县长的代志，哎，实在讲咱综艺节目啊，是无什么方便讲这个，也不过咱嘛是人啊，阮这个唱歌咧主持节目嘛是会惊吓啦，对不对？像费玉清来讲，即马很客厅家都唔敢坐，大概来路上拢骑一台卡达车。还是郑日清先生哦，郑日清啊，我是不要紧的，但是葫芦馆讲我要记得欢迎。那我们姑且不去研究他这个将会给我们社会带来多大的这种这个负担跟社会成本的付出啊。是，综艺节目呢，我们散播的刚好是相反的，我们要在寒冷的这个气氛下做出一些温暖的动作来。哎，所以呢，我们呢这个安排了一个户外的活动。这一次特别，所有歌手每个人都搭计程车啊，真的，到人口最复杂的地方去啊！哎呦，那最复杂的地方，那有一个饶河夜市，听到没有？哎，当天嗓子就叫哑了。哎呦，哎呀，我三天不没办法唱歌啊，嗓子叫哑了算什么？我连腿都叫哑了。这边还有好多好多艺人都共襄盛举，把他们请见面一下。第一位介绍是林美珍小姐，欢迎陈洁仪小姐。欢迎罗碧玲小姐，罗碧玲小姐，第四位白富茉莉小姐，欢迎，耶，马嘉丽的，耶，大家好，大家好，欢迎，白虎什么啊？什么啊？白虎啊，白虎啊，白虎茉莉小姐，大家好，继千叶美嘉之后，又一位登陆台湾的，在台湾希望做到什么程度了？金文炫啊。对，你要走金元轩这一条路呢，保证大红大紫。一定红啦！今天巧了，来自日本的，这个是新加坡。新加坡。刚才我后面听你说那个计程车的，我也是跟罗姐说，就是很可怕。你叫我罗姐啊？对啊，你比我小。这个人很奇怪，讲身材嘛，你就偏偏要比人家大，哎，讲年纪就说要比人家小。
哎，景健，我就爱景啊。我们先看一看那一天，我们大家呢，去做这个慈善的义卖。我们来看看那天当时进行的状况。这是饶河夜市，不得了啊！今天的这个活动啊，好多年轻人热情的参与。那么最主要的目的啊，是不是扰民啊，是能够亲民啊，跟大家都可以来这达成生活在一起。今天我们现场来了很多位歌星，我们大家掌声先鼓励一下。哎，大家好，大家好，哎，好，好，现在活动开始了，鼓励一下。好了，小姐，你的豆腐好了，准备用。来，第一位是要请歌手。第一个，各位，请到鱼台烟对摊来，赶快到鱼台烟这里来。鱼台烟马上要表演的花车秀，花车秀。哎，老板，我准备那个摊子要两碗，帮我装过去可以吗？好。我已经拜托了一下，这里有人点唱歌哈，一点没有，小妹妹，我真爱你，看到你我就真欢喜，我的灵魂要来吃阿妹，把你的心肝里，法国今晚你来拍一下，这个咸鲜冷法国，哇，200，蟹肉啊，好吃的蟹肉，这个季节啊，蟹肉是最好的。螃蟹的季节了，拖到好家，进来呗，来，先搞关，进来便宜的。我们转40块，安尼白个手怎么断去啊？不，没有呀。小姐，你买偌济嘞？来买一罐。40啊。伊讲原来40块，安尼就无意思啊。哈，安尼讲较白些啦，无什么爱情的了，就讲各出一个价，各出一个。五十块，给50块，无什么路用。不要讲了，好，大好棒，不要。谢谢，我们可以接100块，真的吗？好吧，我身上有多少捐多少。好，谢谢，诚意啊，谢谢你的诚意。豆腐红烧鳗，我先在这边，谢谢。谢谢。确定很好。60块，30块，30块。哎呦，签名捐100，哇，真正有名的哦。一份鱿鱼。一包50两包100啊，看你要买多少钱都可以，你比电视上还帅，真的，对，冲着他的面子。哎呀，这叫什么配料？看老板的脸色就知道，生意好得不得了，比平常好十倍。又是100块，谢谢啦！你看我都会卖啊，可以我妈打包吗？可以我妈打包，可以跟你妈打包啊，妈，我有爱心呐。就是两挂钱了，我们两百的，200的。好，能赚够安尼至少好，谢谢。哎，不用找了啊，不用找了，他都不用卖。想不到签名也可以赚钱呐，50好，可以。好，你签过了，谢谢。这个做生意很辛苦哎，热死人，我被那个火烤的热死的。哎，这个拔蜡唔来哈，酸呀，伊拢家己生哈，钱多的话就多一点啊。哇，我们这边真的好多钱，后面我要慢慢算了。27、28、29，这边有29。今天我们这个在寒风刺骨、这个非常超低温的情况，我们大家一行人呐、这龙兄虎弟呢就到了这个饶河街。那么做了一段时间的这个义卖之后，哎呦，看到没有？就是收获丰富，收获非常的丰富。那么这么有意义的活动，我们非常高兴。我们有一位长官呢，那是我们内政部长林峰自己来，我们欢迎他。今天晚上，有这么多人来做好事，我引用一句话啊，做好代志的人啊，绝对是
好人天公绝对会甲保庇，对不对？谢谢。所以特别这个请大家一起来，刚刚这个辉哥已经讲了，我首先响应啊，一日守德，哎呦，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让这个社会能够更温馨，更和谐。再一次的感谢大家，祝福大家健康愉快，家庭幸福美满。谢谢各位，谢谢部长。再掌声欢迎一下。刚刚所有的会员是捐出3万块。好，今天我们先到这里告一段落，下星期我们在延陵再打一个地点再通知各位啊，鼓励一下啊。看到了吧，我厉害了吧，有意思，我一个人你看就煎了好几大，对不对？连签名都还收钱，你们这些笨蛋的。后来看到我签名啊，签名也可以收钱的，签名也收钱，对啊，我是等于是执行长，那天回来喉咙都痛了，左右跑，哇，拿麦克风替他们叫，有一些那个新的歌手啊，对，有点害怕，因为我们没有麦克风也这样喊，声音都哑掉了，到现在都还好不了，哎，所以大家那一天这个虽然很冷，而且我们还很感动的是，你看我们这个内政部长刚刚给我们致辞，有没有？对，所以他这个对于我们这个社会，只要是有后来了解说，只要对于这个社会有爱心的啊，他也不顾形象，没关系，跟你们歌星一起去。对，我们非常感动。还有这个夜市的会长啊，也是慷慨解囊。是，所以那天我们一共呢。大家就这样，短短的几个小时里面，没有几个小时了，夯不啷才半个小时，就募到了800多万。哦，我看8015，哦，800多万，啊，80157块，啊，多加了2个0子，是是是，所以说这一点我们大家要有的时候人在多少，不要自我膨胀。我们这么多歌星跑出去，也不过就募8万多块钱，供起来实在真更小。啊，我们这个活动呢，继续要做下去。目标并不是在钱的多少，是我们大家把社会上那些温暖的那种感觉跟画面呢，带给大家。好，相信我们呢，这个只要多看我们龙兄虎弟啊，不要到处乱外往外跑，坐在家里好好看飞哥主持的节目，玻璃透的。台湾呢，就一定有希望。对，当然这里要看外界，我保证大家欢喜。但是四肢会不会萎缩，我都不知道。我都是那款那打卡大家那个运动。我拢是黑的什么马？好，今天的节目还有很多空间要带给大家欢乐。接下来是来一个玛格丽娜老师，请啦。好，左手。要不，嗨起来。鼓励鼓励，休息一下，继续欣赏我们的龙兄虎弟。